小姑娘，敢坏了我的好事儿，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？您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您和寨主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？谁先得手，这设立就是谁的。我可是替他老人家来的，没什么问题吧？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现在杀了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姐姐，您还真生气了。其实，我并不是来捣乱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姐姐，您忘了？ 我可是服过北山的千年肉芝而幻化成形的，那和尚看不出我的本相。这可是我的优势，我可以帮姐姐去迷惑他们，骗他们说出佛骨设立的所在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姐姐也许不信，其实白灵早就受够了那条老蜈蚣的控制。 只求姐姐得到设立之后，能让白灵当您的副手，白灵便心满意足。你这么说的话，便是有了办法。嗯，就在今晚。 金刚护法咒，般若多罗多。 这世界很酷。